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我们上节课介绍了一下什么？介绍了一下咱们设计一个平台，对吧？都是哪些组合比较好，对不对？对，形成了一个三种平台，但是这三种平台不是说高老师在这块说出来的三种平台，而是目前各大软件公司应用的就是应用这三种平台。只不过我按照需求，为什么他们这么组合说了出来。记得不是高老师说就这三种平台的，对吧？对，然后我们看这三种平台，那么学习者该选择哪个学习，对吧？企业该选择哪个用，对吧？那你就要知道这三种平台的优缺点，对吧？对，然后去选择。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我们用一场辩论会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儿给怎么了，竞标的方式吧，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好吧？我们来先来看一个短片，平台的一个对比。好，我们开始。今天你们大家来到这儿的目的都已经很清楚了吧？本公司现在要开发一个网站，也就是 BS 结构的一个系统。你们 ASP、PHP 还有 GSP 以及你们什么的小伙伴们都有很多的支持者，对吧？所以呢，我也比较头痛，不知道选哪个好，所以在这儿我摆下一个擂台，让你们把你们的优势都跟我通通的讲出来，我好从中选择一个小组来替本公司完成这个项目。 OK，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你们三组每一个团队派出你们的语言来介绍一下你们团队的由来和开发本公司的这个项目的优势。那么先请 ASP 的团队先介绍你们团队的一些优势和由来，好吧？我们小组都身处名门，是世界上最大的 IT 公司 Microsoft.NET Framework 的一部分。团队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国际化、移动设备支持、安全。请参阅 ASP.NET 手册。管理性。请参阅 ASP.NET 手册。易部署。请参考 ASP.NET 手册。增强的性能。请参考 ASP.NET 手册。扩展性和可用性。请参阅 ASP.NET 手册。牛逼不？请参阅。完了。我们 LAMP 组合虽然不是出身大盘，但我们都是开源产品，我们的稳定性比较好，易于扩展，并且安全性也不错，而且最主要的，我们的开发速度比较快，而且成本比较低。如果贵公司想快速的开发出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并且快速的这样一个产品，请选择我们。这个前面两组跟我们相比，那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我们是个个都是最强的，可以说是强强组合。你想拥有一个强大的系统吗？你想什么功能都可以开发吗？你想让你的系统运行得嗷嗷叫吗？你不想要一个最安全的系统吗？你想让你的系统一次编写到处运行吗？寻找我，没错。听了各组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介绍，那么我是分不出来谁好谁坏的。那下面呢，我需要向大家提问，问几个小问题，然后咱们再看定哪一组。那
第一个问题就是各组的技术学习难度是否够大。那么假如你现在想教奥巴马学会写一个公告管理模块，那请各位介绍一下你们的学习周期。半个月即可。如果他有我一半聪明，顶多一周。奥巴马得一个月吧。好，第二个问题，性能方面，在你们各自的平台上请运行一下10000×10000次循环，说说各自的耗时是多少。60秒。我只要40秒。2秒。第三个问题就是开发速度，如果让你们三组各自开发一个聊天室的模块，请说一下你们所用的代码量和用时。1500行代码，5个小时。只要1000条代码，3个小时。3000-4000行代码，12个小时左右。四个问题，安全性，安全对于我们的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请各位说一下自己的安全性。这就不用多说了，地球人都知道我们最安全。我们已经够安全了，请参考 ASP.NET 手册。别不要脸，就说你们操作系统吧。 Windows 我问你，你死机不？你有没有病毒？本身系统都不安全，更别提语言跟数据库了。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因为我们部署量非常大，能够发现的问题都已经翻了个遍。当然，我并不是说 LAMP 组合就没有安全问题，但大多数时候 LAMP 中暴露的安全问题都是因缺少经验的开发人员未遵守最佳实践编写代码包含漏洞，或经验不足的系统管理员未正确配置 LAMP 造成的。第五个问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人才补给是很重要的。那么大家说说你们的技术招人是否容易，介绍一下招人的一些方式和一些渠道。没问题，大学计算机课都学我们的课，还好学，人当然好招了。我们可是大牌，学我们的最多了，刚毕业的还得培养一下。威哥在手，天下我有。虽然很少有大学开设 PAP 这门课，但是招人可以来兄弟连。兄弟连是专业的 PAP 培训基地啊，一个月出场好几波啊，招人也不是一个事儿。第六个问题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项目的开发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那请各位，请各组报一下价。我们从不贱卖，得70万。我就值70万啊，我就值50万，那就100万吧，100万。30万，请参考 ASP.NET 的手册。这个没有，我们只要20万。通过刚才的问题，大家回答的都挺好，但是呢，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只能选择你们一组来开发我们这个项目。那么企业呢，我们现在选择项目呢有几点原则。第一个就是是否能达到我们现在的开发目的。那么你们三个组合的平台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这个 BS 的网站，那这个是不好选择的。但是呢还有其他几点。第二点是最重要的，是否能节约成本。刚才呢大家已经报价了。第三点就是人才补给是否容易。那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结合操作系统，那么预计未来几年的一些这个项目的运行情况。第五点就是后期的运行维护是否安全可靠。那经过我们企业这么几点的一个综合的考虑，下面我宣布 LAMP 组合胜出。耶、yeah! 如果我们能跨平台，如果我们再安全点，我们一定胜出。我们现在开发网站混口饭吃怎么这么难呢？别在北京混了，2线城市没准你们还能活2年。不相比，开发成本和周期长是我们的硬伤，但是不差钱的企业有的是。哥几个走走走。
好，在短片中呢，大家也看到了，那各个平台各有各自的优缺点，对不对？对。那最终中标的是哪个？大家都看到了，是 LAMP， 对吧？那为什么 LAMP 平台中标？我这块还有一个表格，可以让大家详细的对比一下。从性能比较这块，有运行速度、开发速度、运行消耗、难易程度、运行平台扩展性、安全性、应用程度和建设成本，这些综合考虑，那也是 LAMP 的取胜。当然，其他的值我就不用一个一个给你详细介绍了，因为在短片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最终获胜的就是 LAMP 的这个平台。嗯，好，谢谢大家，咱们这节课呢就介绍到这里。那下节课呢，既然 LAMP 平台获胜了，下节课咱们介绍一下 LAMP 平台的一些优势和它的发展的趋势，好吧？好，这节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再见。